哦，你看中文的，还有英文的哦。你看翻过来英文的嘞，哦，嗯，竟然有英文的，手机程式 APP 哦，可以把那个图片里面的字变成可以复制贴上，可以大声朗读用的文字嘞。他说用手机程式 APP 哦。搜寻那个 Google Play，搜寻大声朗读，哦，还会把这个中英文的，一般都是中文就是念中文，英文的念英文，中英文混读的好像不容易，用贴大脑，用电脑呢，电脑的用的哦，那个逐字念的程式哦，叫 Balabooka Balabooka。L K A 巴拉波卡 B A L A B O L K A 巴拉波卡，那个是日文，是喋喋不休的意思，就是会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念不停，念个一整天都念不停。电脑程式，电脑的记忆体大概要4 MB 到8，4 GB 到8 GB，这样比较不会跳读漏读或者是停顿那种错误啊，这可以减少错误。